奉主耶稣圣名，也是咱英文的聚会，就是九十首九十首。一边跟我们高兴欢喜高兴敬拜主耶稣。小弟简单的介绍。小弟简单的介绍。先介绍王爸爸王妈妈。先介绍王爸爸王妈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因上北新教会。他们属北新教会。在嘉义教会管理会堂。在嘉义教会管理会堂。管理的时间18天。五个月过九日，管理时间18年5个月，过9天，过又9天。65岁时退休，65岁的时候退休。感谢主耶稣，主耶稣的祝福稳定满满。感谢主耶稣，主耶稣的祝福恩典满满。第二位介绍嘛是王爸爸王妈妈。第二位也是王爸爸王妈妈。王世文兄弟。哈利路亚。我们姐妹姊妹因是对彰化河美来，彰化河美，彰化的河美来。因做这个独家报道已经17天啊。他们做主教布道已经17年了。每一礼拜拢出去做独家报道。每个礼拜都出去做主教布道。
已经有17年的时间，已经有17年的时间了。啊，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啊，咱因为咱今仔日是独家报道，因为我们今天是主家布道。哦，因特别对何美啊，赶来啊，来跟咱做伙啊，同工。他们特别从和美来这边跟我们同工。啊，求主耶稣，让你当立上加力。求主耶稣，让他们立上加力。啊，恩上加恩。恩上加恩。啊，再来介绍另外一对夫妇啊。再来介绍另外一对夫妻。啊，就是这个林建山兄弟。哦，你后边遐啊，林建山啊，啊，跟你太太。因即阵拄啊赶到位尔，他们刚才到而已。啊，伊可能来遮办代志，啊，伊嘛啊拄啊来遮甲咱做伙聚会。他们刚来这边办事，晚上来跟我们一起聚会。啊，伊是属花卉教会的总务负责人。他们是属花卉教会的总务负责人。好，感谢主。啊，哥啊，两位姊妹。还有两位姐妹。啊，头前即个陈家芬姊妹。啊。后边做吴芳仙姐妹，因两位拢到那教会的姊妹，他们都是斗六教会的姐妹。啊，本来过年前，啊，我过年过吼，就要来找我们啦。本来过年后就要来找我们了。啊，感谢主，今仔日都会当来。感谢主，今天可以来。啊，佫另外一位，哦，你可能读影，就是柯天来兄弟。还有一位录影的是，啊，伊拢咧研究这个录影。他都在研究录影。哦，啊，来分享神的恩典。分享神的恩典。哦，啊，甚至兼做司机。甚至兼职做司机。啊，在这老大人来咱这个所在。在我们老年人来。教会，哦，感谢主。啊，今晚嘛，咱要请这个王忠成兄弟。今晚要请王强成弟兄，哦，来做分享。来做分享。哦，啊，分享时间就变欢迎啊，哈。好，感谢主。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蒙恩见证。感谢主爱的父真神，救主耶稣基督。圣灵同在，美好的酒，美好的旨意，和传道召集这个负责人安排小弟有这个好机会来屏东教会来做牧恩见证，和小弟心内万分的欢喜，甲感谢，平愿主的恩惠，平安喜乐。幸福、健康，可以让咱平安来聚会，兄弟兄弟姊妹无多朋友，感谢主。小弟平安要来见证的，就是叫喜人甲喜乐，耶稣奇妙的救恩。所以这一切，就是小弟在。洗礼无外久，啊，无出去这个旧的行为，所以主耶稣借着这个喜乐交喜乐来管教小弟，和小弟会当安尼清醒起来，讲我所做的安尼唔对，哦，因为小弟是这个。洗礼六年的日子，无脱去这个从前的歹行为。咱来看这个圣经《马太福音》25章，25章第一节讲：彼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提着灯出去要迎接新郎。第二节。其中有五个愚拙的，有五个聪明的。第三节，愚拙的提着灯，却无预备油；
第四站，聪明的提着点，由伊鼻油直接的起面来。第五站，新郎递烟的时阵，因拢是渡过困难。第六站，半夜有人来话着讲，新郎来了，恁出来迎接伊。第七站，迄动力就起来，提着点。第八站，牛转的对聪明的讲，请分一挂油给阮，因为阮的油、阮的灯要花去了。第九站，聪明的回答讲，恐惊无够你我用，不如你家己去卖油的遐买吧。第十站，因去买的时阵，新郎到了。迄伊比油的好了，就甲伊进去坐席，门就关起来了。十一站，其余的同路随后也来了，讲主啊，甲阮开门。十二站，因却回答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恁无认捌，我无认捌你。十三站，所以恁爱敬请，因为迄个日子、迄、那个时辰，恁唔知影。哦，小弟就是亲像这个五十个动力，五个古拙的，哦，啊五个聪明的，啊小弟就是迄五个古拙的，提着点，出过一杯油，直接起面来，当小弟。患着气流甲气囊，直接生死的边缘，再来紧张烦恼，思想进天国的大事，甚至耶稣基督接受大酒洗礼归主的名下，最大的愿望是要进天国得永生，所以生命。咱194的这诗歌，哦，讲天国的人未死，哦，长生不老，生命永远存活，无限的岁数。世间人得甲惊死咯，老的少年拢得甲归坟墓。天国的人。永远青春，长生不老。基督徒确实毋忘做天地的这国民，就是咱疲倦的身体改变形状，做神圣洁无瑕疵的儿女。当时小弟是一个有瑕疵、无完全的人。就这个启示录三章十八节在那讲，神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伊，所以恁爱发热心，也爱悔改。天父真神，慈爱怜悯，疼爱仆人，借着喜乐喜人来管教小弟，和小弟会当悔改认罪。第二滴，现在小弟见证的是喜乐甲喜感，耶稣奇妙救恩的这个见证，就是八十年十二月星期二，知啊，小弟坐6:20中银号的巴士。到高雄民生病院为家父提药啊，所以当时迄阵小弟的老爸在中风，啊中风，小弟每礼拜拢爱去高雄，甲阮老爸提药啊。啊，因迄阵我拄啊，即个少。
扫迄阵啊，小弟就讲，伊嚟讲，感冒扫脚安尼，过外过啊，扫袂好，啊扫扫到安尼，喘气拢无法度，所以小弟去高雄民生病院，就先做挂号，哦，这个主治医师、李医师来看我到底是安怎，啊，这李医师。感觉这我这个器官有问题，就开一张这个 X 光，诶，这个翕相诶，这证明，叫小弟去伊这个民生病院二楼，遐照 X 光看器官有啥物问题。啊，这个、李医师看了，看到我这个器官。X 光的这个相片，伊甲我讲王先生，安尼爱办大医院，迄阵我雄雄来切一个讲我都感冒少呢，卡就办大医院啦，哦，所以迄个李医师就甲我讲讲迄个 X 光，哦，这细胞的这个相片。请手边，这个下骹器官这一页，拢规个乌去啊！啊，乌去之中，这边啊，拄啊有一粒，哦，这粒原算就是，伊也唔敢讲是这个胆啦，哦，所以迄阵就叫小弟爱办大医啦。啊！迄阵小弟拢无心理准备啊，较安雄雄叫我爱办大医，我想讲安尼，这代志哦，这个病严重啊啦，哦，所以小弟就安尼想讲，啊，就一个感冒尔，哦，啊，你得开药啊，我吃，哦，啊，我就安尼时常来病院。注射，哦，啊，我就迄阵就想想过各种的办法啦，哦，迄阵就爱去到这个，这个台中教会哦，迄阵在伫凤林，迄阵爱去凤林见证，哦，啊，还爱去英国见证，啊，尤其了这个12月25。都讲阮迄个查囝，大汉查囝要结婚，啊，要结婚就拼来喜帖啦，哦，啊，所以各种的工作拢也袂做，我就爱甲医生，安尼就甲讲我有这问题，哦，啊，就唔免住院啦，哦，啊，伊医生我真有爱心嘛。讲，你的生命较要紧啦，哦，唔免考虑遐济啦，办大医啦。我迄阵愈想愈下，讲啊，呾下啊，这个病代志大条啊，所以小弟心情就真歹。啊，就因为当时，阮夫妇咧，不。家己教会，啊！迄阵阮太太是家己教会，我就赶紧打电话，等于家己教会，哦，甲阮太太讲，医生，甲我检查照X光，讲叫我爱入院，哦，所以阮太太用用听着咧也真艰苦。哦，啊，当用久安尼，治疗这个症头，我爱入院。哦，伊也过过三种，讲好啦，啊，就祈祷啦，哦，啊，就交托我主耶稣啦，啊，伊想讲爱住院，咱就住院啦。所以迄阵，我拢是高雄，过阮老爸，啊，阮老爸甲阮老母拢住。到阮小妹拢住伫高雄，所以我就赶紧
在高雄遐准备一寡衫裤，啊去住院，啊去住院起初是住一个民生病院高楼九一五病房，病房住有六百个门诊，拢是同一个。第一位姓林，林先生七十五岁，我叫我收工去啦。第二位也是林先生六十岁，胃癌。第三位一个陈先生六十九岁，是肠仔癌。第四位是一个杨先生，三十六岁，是脑癌。第五位一个陈清浩先生是肝癌，啊第六位就是小弟，所以小弟迄个病房拢总有六个拢肝癌的。我迄阵就是在迄个中间，甲体会讲人生的变化，人要安怎，咱拢唔知影。我看到这间病房，大家拢是干净的。我知影讲，人生的过程就是安尼，亲目睭看到这款情景，才感觉讲世间真正是可爱。尤其是这第三层的这个陈先生，哦，这个肠仔癌，啊，肠仔癌，伊即马要检查的时候。伊爱灌伊灌迄个白酒果蕊，等啊，啊甲翕相，啊灌酒果蕊去，等啊未通，吼、哦，迄时爱白叫我，我看到讲哦，这就着这癌症，确实，闲啊医生，你安那检查，你着爱有在去检查。哦、所以这个肠仔癌的，他是讲，我真不一样。啊，对于其实呢，第一层的七十五岁，真的是报地人，伊死癌，啊，伊啊开刀了后，拄啊一个月尔，出院一个月，啊，就倒转来，啊，就倒转来，医生就讲不好。所以就刚好小弟都玩得讲阿达，就这戏人那接近，啊，所以阵这个民生病，这个医生啊，真有爱心，哦，就为呢，起初要甲我照顾点，这个晚上去播的这个平康这个病。啊，所以迄阵，我就知影讲，即个要照即个气镜、气波的即个检查足危险的。哎，写切记时，讲你即个病就是照了本年医生，哎。观察，哦，你需要做这个血管病做检查，哦，啊，就爱写切记书呢，切记书就爱我本人签志愿，老阮老母啊，哦，爱就写这款，啊，我迄阵就是讲，啊，当医生。接电落去，我是讲能检查，哦，检查落去吼，你万一若发生不测之事的时阵，啊，迄足麻烦的。我万一若死在高雄，阮太太伊嘛是真麻烦处理。所以迄阵小弟甲感觉讲，上帝讲，天理不测之凶门。
人有胆识之好吼，花无百个人，人无千个好，这拢是事实。所以小弟甲亲身体会就是讲，人俗语讲平安就是福，确实有影。你若无平安嘞，你拢互你存偌亿，吼、哦，啊存偌济钱，再剩偌济，嘛是无咯。哦，所以阵啊，小弟甲想讲，迄、那个人生，哦，人讲，吼、哦，生死祸福，拢伫天父真神的手中。迄阵啊，小弟甲想讲。唯一的办法，信靠救主耶稣基督医治，安尼才有办法。当小弟这个祈祷的时阵，圣灵的感动，都和小弟想讲，哦，一段圣经在当中，主若愿意，咱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迄个事，我国是四章十三、十八、十五、十讲，十三、十讲，嘿，有话讲，哦，恁有话讲，今仔日、明仔载，咱要往某一个城去，伊遐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十四载。其实明仔载要安怎，恁也唔知影。恁的性命呢是啥物呢？恁原来是一片的这个坟墓，出现真少的时间就无看见了。十五节，恁自动讲，主若愿意，咱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个事，甲迄个事，所以这段时间，我亲小弟亲身体会讲，除非就祈祷，吼、哦，主，若要话咱活，咱把活到人活，啊，主若无愿意咧，咱的生命就无去啊。所以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吼、哦，讲地信的人万事拢灵的人。二十三节，耶稣对伊讲：你若会当信，就地信的人万事都会当。二十四节，你那的老爸立刻。话就讲，我信，因为我总是我的信心不足，求主帮助。哦，所以有当时啊，咱生活当中，有当信心不足，啊，够烦恼。所以咱信耶稣，就爱完全交托主耶稣，安尼来，甲咱。看过，来把咱内地，所以小弟甲亲戚都讲，信心一点啊，唔当嫌疑，嫌疑，吼，怀疑，吼，求主耶稣帮助加强福音的力量，带伊每日拢是安尼，身体检查。所以，迄个十二月四日星期三的早时，我以前检查这个肺经的功能，结果知影讲小弟的这个肺部，咱氧气拢有十分，哦，啊，小弟已经失去三分，剩。七分尔，所以迄阵小弟的证明就是，
一直扫，啊，尤其啊，伫个阮太太咧煮饭个咧油烟，迄油烟啊闻到，啊就十个变无鬼，啊闻到有倒摆个即个排气，啊甲汽车个排气，都将人变无出，未喘气啊，啊就一直扫，所以阵个就讲哦。做别人是好较艰苦，啊！以前都晚上冷茶拢无法多人好啉，所以迄阵家己高雄去买一支迄个保温的这个诶罐啊，我以前加迄个保温呢。迄上卖日本诶，一支3000几块，我讲阿伯爱洗命嘛，爱买啊，哦，所以迄阵拢爱啉烧茶。所以感谢主啦，这些东西主耶稣诶旨意啦，啊，主耶稣诶旨意拢是好诶啦。啊，所以脾即嘛，就气波的功能降低，即嘛已经剩7分尔，即嘛话照肝，哦，啊照肝，因为较早小弟就是带着这个肝炎，哦，这急性肝炎。啊！乙型肝炎，迄阵都晚上无药啊，人食。我第一位是甘老师，甘老师都唔是当，大家拢会当啊。啊！那迄阵咱家己教会都是李昌宏医师，伊甲我讲吼，这吼肝病这款嘞，据说晚上然后煮完肝，啊煮完肝来安怎？肝硬化，啊，肝硬化就来到肝癌，哦，所以迄阵小弟这个肝就是有这个毛病，啊，迄阵第一说是观察是晚上煮完肝，哦，啊，像迄人西油较济，但是去高雄即届检查。拄啊，迄仔啊去检查肝，啊检查肝了后，这个总会迄个老执事，伊咧办这咱一年三年单，大医院三年单，哦，啊伊拄啊到一年，我都写去总会。叫这個老执事，给我寄三联单来。啊，三联单来，拄啊，我知啊，去检查肝。哦，啊，我即阵住哩，即个12楼，到尾啊，落来1楼要办即个住院的即个三联单的时候，佮看到我迄个病历。护士写的病历，哦，写讲肝硬化得到重罪。哦，我迄阵想着来讲，啊，肝癌，这个肺癌都还未解决，啊，都加一个肝癌出来，啊，这个阮死无命呀、啊！哦，啊，我要落去办这个大医院手术。拄啊，迄个我迄个主治医师李医师伫啊，哦，讲李医师啊，免住院啦，已经无望啊啦。啊，迄个李医师是讲，啊，你敢甲我讲安尼？啊，检查都检查啊未了咧。哦，我甲尾啊，甲摕迄张迄个劳保的3年单互伊看。
啊，提互伊看看，迄李医师来看看讲，唔啊，这张病历叫做王忠成的啊，啊，我妈都问死的，伊都甲我呛者讲，这王忠成的，哦，啊，伊家咧想讲奇怪，啊，你都唔是即款肝癌咧，啊，卡安尼，所以到尾啊，翻落去这个护士室，叫我迄个病历出来。当时啊，讲迄个肝癌，迄、那个病例，唔是我啦，就是跟我住迄个病房吼，一个36岁，迄、那个肝癌的啦。哦，迄阵我想一下讲，啊，他只有住院落去啊，阮死的啦，他一个病例表都写无好写啊，都虚感吼，都。你甲我唱戏咁行落去，我讲阿爹，我无命诶。所以我迄阵哦，惊着啊，惊着我讲，好啦，准备出院啦。吼、哦，要死就倒来家己死啊，人都死到高阳啦。啊，迄阵一个两个主治医师，一个佛教诶，拄啊一个基督教诶。嘿，两个主治医生都做爱心来讲，王先生，啊，咱白白基督教，阮主要说无叫你出院，你也要出院。啊，一个佛教讲阿弥陀佛咧，啊，要也无叫你出院，你要出院。哦，我大无法度啊，无法度人啊大落啊。哦，所以迄种医生无法出院。落来写七个字，你自愿出院。啊，你自愿出院嘞？七个字写嘞，你万一当然死啊，啥物代志哦？医生无责任啦，啊，这也对啊。哦，你家己自愿，你要出院个啊。哦，啊，所以阵拄啊真奇妙，拄啊咱乌龙教会要献堂嘞。起好，我讲哦，打无名哦，甲护士请假啦，哦，讲我要来参加阮教会乌龙教会献堂礼啦，哦，煞到尾啊，护士甲护士长讲，甲医生讲，啊，伊讲要自愿要出院啊，哦。啊，七个死啊，死了啊！讲那好啦，好啦，回去啦。哦，所以我迄阵啊，就坐这个，迄阵重庆呢，哦，重庆的巴士去到这个乌龙教会。哦，感谢主，确实讲主耶稣祝福。乌龙教会无几个信者。啊！去迄间会堂遐大间，这是神祝福的。啊！迄日都做一群千几个，奖金负责人遐伫怎办去参加？所以尾啊，我都来。杨志书教我讲足奇妙的，都无遐济，都排袂落啊！哦，所以千几个嘛是食到有剩。哦，啊，迄阵拄啊，咱念番道拄啊负担着平哦。啊，念番道唔知影我是要死啦嘛。哦，伊话我王兄弟啊，当时来平哦见证啦，我都唔敢甲讲哦。我要无命啦！我讲你帮助我祈祷啦，哦，主若愿意，我就有法度人去去啦。所以感谢主啦，安尼，所以你遐个时，我真正体会着讲，主耶稣的这个，哦，奇妙的救恩啦。所以阵我就倒来，家己教会，啊，就准备交代。就输啊啦！
吼、哦，厝的迄、那个，甲侬所有权证，所有的啊银行，吼、哦、啊，所以银行里对个啥物啥物，我拢个交代清楚啊。我讲主要咱得道理修咧啦，啊银行无咧啦，吼、哦。啊，最好是卖都假啊！哦，反正我就万圣公那大下哦，都假的咯哦，你万一哦，这囡啊，那边发生安怎唔知啊？所以我就迄阵就规个安尼款款的，哦，啊，尤其到迄阵哦，你小弟迄阵就是安那贪财啦。去顾教会啊！啊，去顾教会，咱来要专心来服侍主，啊，服侍咱这传道中这兄弟姊妹，我都免去。但是我迄阵做袂用的，因为我过去咧做检车，甲做这电器的生意。我想讲，啊，都会堂安尼，我顾咧，我生意也拢做啦。哦，啊，所以我伫高雄出院了后，我迄个顾客，迄检查摕去伫我遐，电器摕我遐要修理的，我拢甲修理你的，甲退去，吼、哦，啊，退去了后，回一寡顾客落来，我来暗时呢，这甲我整理你的。哦，我即马无咧做啦。哦，伊迄阵一个受气咧。哦，啊，你信耶稣拢有够用啊！哦，哈，唔免谈啊！哦，哦，所以迄阵甲体会讲，因为咱生意无做，顾客我会甲咱念。哦，所以咱讲咱信耶稣拢有人接，有人请啊。哦，感谢主，主耶稣真有够用啦。所以迄阵，我就开始倒去即个家己基督教病院，我即个李长宏医师检查，啊检查了后结果，拄好我交高雄民生市立病院相共，李医师讲出事不断。我头安尼想想啊，讲李医师啊，阮查囝十二月二五要结婚哦，我安尼代志办办咧吼，啊，甲来入院啦，看你要安怎应在你啦。哦，所以迄阵我就开始安尼，伊啊查囝的代志办了，哦，啊，所以爱交代太太的这个代志。都啊交代了，哦，所以内容以上第二种呀，哦，在为要临死的进程，反复一定的，哦，你爱尽心尽力尽力，爱助你的心，一定爱靠心，我前面第三种，遐都甲恁写，所以无弄第二种。所以这两段圣经，我就甲伊讲，段太太台湾的查某囝讲，哦，咱信耶稣，有主耶稣，哦，咱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咱以后会当在天国遐相会。所以我就用这那个勉励，啊，感谢主，多好安尼，代志解决了。啊，解决了啊，就开始移民这个嘉义基督教病院。哦，啊，以前就开始总检查，啊，总检查到尾啊，迄阵我就到这来等下嘉义啊，春办事业啦，去更行吼，看安怎艰苦，我也唔惊啦。哦，啊，迄李长宏医师就。以前先做的医术的高中，
确实足足危险。我正空吼，伊迄七根柄吼，都爱安尼一条吼，把你撑过。啊，迄阵规个哦，规个暗地暗到阵，一个两蕊目睭尔。啊，伊就，迄护士咧撑的时阵就问讲：“你啥物名？哦，啊，你几岁？”拢会甲你问者，看你有清醒无？哦，所以这边遮，这边这边，因为我平常拄好外用的，撑袂落，哦，痛啦！哦，到尾啊，都换倒手边，啊，倒手边放下住，拄好撑袂落。啊，撑袂落了后，你切片去检查。所以这个过程，哦，啊，尤其就是迄、那个检查，迄、那个人讲软膨空啦，哦，软膨空就是电脑断层啦。伊即马人规个吼，安尼塞入去迄个电脑断层内底，哦，啊，迄、那个家己伫做报病的一个主医师。伊迄专门咧翕的，啊！伊即摆咧翕的时阵哦，叫你速飞，哦，啊，速飞了后，伊就甲你翕相，因为知影你的这个毛病最大，哦，啊，怎啊翕了之后叫你喘气，哦，啊，速飞喘气，速飞喘气，啊，有一届。叫我速开，啊速开速到安尼，强要无开去啊！我奇怪，他无落叫我喘气，我讲啊是介大条的啊，阮是的。当时啊讲速开了，我叫我喘气，那叫我着速开，我讲啊，这做医生的叫害死，嗯，有开啊咯，我哩速到无开。哦，迄阵我知影讲，哦，这医生确实讲无百分之百的啦。所以这李医生现无我的医生哦，信心无百分之百。啊，主耶稣在这里医治看顾。这我百分之百的这相信，感谢主啦！哦，啊，所以这个情形是安尼，检查所所有的，到尾啊，迄电脑转成了后，摄四十二张的相片，啊，迄、那个电脑转成迄个做医师甲咱教会的医师讲，咱。迄阵基督教病院哦，仪器无遮尼完全啦，要甲我送去台北严重几多啦？啊，我迄阵就完算从生命到头无主耶稣啦，哦，生死拢是主耶稣的啦，哦，所以咧，愿为主来活，哦，愿为主来生。所以从沟通了，感谢主。迄、那个检查的结果平安无大事，所以我迄阵啊想讲，嘿啊，圣经咧写的，哦，主要说讲一句话，叫你的信心把你宣传。当时我无要相信呢。我亲身体会到呢，确实有影啊！主耶稣，吼，伊若愿意，你的信心也大，交托伊，就免死，平安无代志。感谢主，八十年，今仔日多一百零六年啊，二十六冬啊呢！感谢主呢，主耶稣都给我今仔日。爱在这来见证讲耶稣奇妙的救恩呢，
确实讲有影，咱兄弟姊妹无多朋友，咱绝对爱相信天父真神救主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有话有真的神，伊是万全能的。所以咱爱拄到困难，拄到逆境，咱一定爱祈祷、唱诗、俄罗斯。所以感谢主，主耶稣呢，甲我看过，今26栋，一张落来屏东教会，落来见证耶稣奇妙救恩。所以愿一切的荣耀、颂赞、俄罗斯，拢归予咱天父真神救主耶稣基督。愿平安、喜乐、幸福、健康归予咱在座传道中职负责人兄弟姊妹、无道朋友。阿门。阮即马要来唱两首诗歌，第一首就是《耶稣陪你行》，第二首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哈利路亚，大家平安。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唱诗有多神，感谢神，荣耀神。反正第一首再来唱《耶稣陪你行》。人生虽有风影，真歹行。有时黑暗中真惊惶，孤孤单单怨叹家己运命，心情起起落落谁知影？耶稣会伫你身躯边点点听，伊知影你现在的心声。讲你若活着，伊就毋免惊，伊要赐予你平安的听，毋免惊，有耶稣陪你行，免惊遐可疑的命，毋通惊。耶稣会牵你的手陪你行，心情放好轻松，毋免惊。人生虽有风浪真歹行，有时黑暗中真惊惶，孤孤单单。心情起起落落，谁知影？耶稣会伫你身躯边点点听，伊知影你现在的心声。伊讲你若活着，伊就毋免惊，伊会赐予你平安的听。有耶稣陪你行，免惊遐可疑的命，毋通惊。有耶稣牵你行，免惊遐救伊的命。人生虽有风浪真歹行，有时黑暗中真惊惶。耶稣会牵
伊的手袂离掉，心情放好轻松，唔免惊。这首诗歌就是附带小弟喜乐交喜乐的这个经过，所以伊阵在黑暗中咧行，真惊呀！感谢主耶稣牵我行。感谢主耶稣陪我行，感谢主耶稣把我引导，所以我今天去教我多人来平东教会蒙恩见证，所以这是耶稣奇妙的救恩。转第一首歌来唱，耶稣奇妙的救恩。耶稣奇妙的救恩，超过我种罪行。我口舌怎能诉说，又如何颂赞声？他除我最大忧愁，是我的真自由。耶稣奇妙的救恩，是我的。美国最美眷恋，奇妙救恩足够我使用，超过我的一生所见过往，胜过我的罪恶和陷阱。我称颂救主耶稣，赞美生命颂。一切荣耀归于主耶稣，阿门。感谢主耶稣，咱们最后来唱诗。感谢主耶稣，你先唱诗。八十九首，八十九首。
谢主耶稣的带领。感谢主耶稣的带领。啊，那你的王爸爸伊跟咱分享。王爸爸跟我们分享。因为下晡啊，我去老皮啊，去老皮啦。因为下午去老皮。啊，去到迄个祈祷所遐。去到老皮祈祷所。啊，人讲一句，见景生情啊，见景生情。说一句见景生情。因为去到老皮啊，啊，都一点要流目屎出来。去到老皮那边就一直流，流下眼泪。我就足久唔捌流目屎啊。想说很久没有流眼泪了。但是去到老皮啊，哦，真正流目屎。但去到老皮那边就真的流眼泪了。因为过去我查某囝住在老皮祈祷所住四年。因为过去我的女儿住在老皮祈祷所住四年。一个真卡偏僻的所在。一个乡下偏僻的地方。我查某囝伫遐住四年。我的女儿在那边住四年。我差不多每一礼拜拢会载伊来老皮祈祷所。我大概每个礼拜都会载她去老皮祈祷所。因为我查某囝逐礼拜拢回去，啊，要来学校我就来载来。因为我女儿每个礼拜回去，啊，伫这四年内底，主要说看顾真平安。在这四年里面，主要说看顾很平安。啊，教会提供我们查某囝伫遐住四年。教会提供女儿在那边住四年。所以去到基督所的时候，真正见见神神景。去所以去到那边真的见景生情。迄感动的讲主要说的爱，感动到主要说的爱。一个查甫囝来到一个真卡的所在，一个女孩来到一个乡下的地方，适当的时间，四年的时间，主要说安排因学校也多啊，多有咱祈祷所好，咱愿意那底下住。主要说安排在学校附近刚好有一个祈祷所，可以让他住。所以，真主人看到那个环境，就足感动。所以自然看到那个环境就很感动。所以咱体会王兄弟忠心接纳，伊当时。伊迄个癌症的病房，所以可以体会到王英爸爸在当时的病房。六个病人拢癌症，六个病人都癌症，所以伊种心情真正起起落落啊。那时候的心情必定起起落落。哦，真惊吓，很惊怕。哦，但是感谢主，但是感谢主，伊会当体会讲，主耶稣是百分之百。他能体会到主耶稣是百分之百的，因为主人愿意，咱就当活着。因为主人愿意，我们就能活着。因为主耶稣，这个圣经的一句话。因为主耶稣圣经的一句话，主耶稣是百分之百。主耶稣就是百分之百。伊人愿意，咱就会当活着。他若愿意，我们就能活着。啊，伊佫想到圣经，他又想到圣经。主耶稣讲，主耶稣说，你来当信。如果你信，在信的人凡事都会当。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他们说，我需要来认真求神加添信心。所以他觉得说，我要认真的求神来加添信心。哦，啊，真正。真的。主耶稣嘛，加添伊信心。主耶稣加添了他的信心。到最后。到最后。伊讲，完全交给主耶稣啊。就完全交给主耶稣了。生嘛好了。活着也好，死也好，死了也好，完全交给主啊！全部交给主了，感谢主，感谢主。主耶稣叫咱的信心啊，咧成全。主耶稣叫我们的信心成全。哦，所以求主加添咱的信心。所以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哦，咱即马当心来祈祷。现在一起同心祷告。